好，安尼，阮先等。哦，哦，龙，我睡衣哦，好呢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这，然后，好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哦。庄家众车团，今天是兄弟团，因为我爸要晚一点回家，现在还没要回家。我爸算比较晚来，所以再坐一下，跟舅舅舅妈多聊一下，再回家。啊，弟弟，礼拜哎、欸，明天是哦，礼拜五对，明天他就要上早班了，九点十点了。今天我、哦、真的是收获满满，换了链，跟阿古一起调整好10的链条了。原本换完胎以后链条有比较紧一点点，我们今天就把链条整个调到定位。调链条你要从那个最紧的地方去着手、哦、不能从最松的地方。最紧的才知道你现在链条哦。坐下去啊，会不会到紧绷？会不会会伤安嘛？哦，坐下去啊，你知道。我弟弟说想要测试那个省油的，可是应该是省不下来。我想要测试六档可以油耗可以到多少？现在是13左右。哎呦，路灯跳 disco， 14了。
嘿嘿，两段要还是要两段要下哦，干，好烂。清理完毕了。诶、还有两段呢，还有两段在施工，哇靠，真的是有够危险。机台一清完，很舒服了。开个 SDD 模式来玩玩。在区间就没得这样爽了，对啊，我说西滨在就区间了，明年了，对啊，明年，对啊，对啊，哦、啊，那就
不好玩了，连积碳都不用清了。我等一下去加油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再加一下。想要加速哈、哦，你刚想加速哈、哦，哎、嗯，对啊，你刚结果是红灯。